推出所谓的旅游泡泡，把台湾也列入首波的优先名单，不晓得指挥中心怎么看？对，当然台湾现在这疫情在这一波我们还是在严峻之中，好，那出外旅游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的哈。那至于这个韩国如果有把我们列在旅游泡泡里面，那我们还是要严格的遵守好他们相关的防疫的规定。